我们通过了一种叫内环流库温储量技术的一种方式，保证我们整体的粮堆安全。通过我们使用氮气和准低温储量技术，使我们舱内全年的平均粮温变化幅度控制在6到8度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的害虫基本就不繁殖，失去活力，也不再吃我们的粮食了。